30秒的时间，来，音乐开始，你们就去拿，准备 ，Go， 开始30秒 ，Go。为了庆祝我们今天所有人终于都来到了我们这个小小 YouTuber 的假期特别计划，我们先干一个杯，来，打开水杯，我们一起先干一个杯，我们说，好想要的节日快乐，节日快乐。今天的课里面呢，零鸡蛋跟玲玲都会跟你们在一起 ，OK？ 零鸡蛋说：“站起来，三、二。”零鸡蛋说：“坐下来，三、二。”五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现在呢，我们就准备进去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的名字呢，就叫做《大鱼喷火术》。但是在进去这个故事之前呢，我想你们先拿一个东西，我要你们去找你们身上是有价值的东西要跟我们分享。好嘞，莹恩，偷偷告诉玲玲，头发，头发，耳朵。我觉得我也是觉得你很美，那个奶油花还能够保养。哇，美到！现在你的脸比较滑，还是我的脸比较滑？你说你，你要送什么给老师？嘴巴。如果你要送嘴巴给老师，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能够有嘴巴。哇，送给大家，你要送给大家。OK， 我准备接礼物了，来。哦。有错字要怎样弄呢 ？OK， 如果你有错字，有没有？首先你要先找这一排的字，不是它两次，它这边就会写祝大家比赛成功。你看哪一个字是错的？但是因为要 YouTube 啊 ，YouTube 它可能会听到你那个音乐有 copyright issue 的问题哦，它不会让你播的。